萧美琴一登场，除了花莲民众热情欢呼外，现场也响起轻快乐曲。三立新闻独家掌握，这就是她专属的进场曲《战猫》出场。准备正面迎战，我们一起跳舞跳舞跳舞。萧美琴登场曲就是改编自这首歌，创作歌手吴贝雅的单曲《我做主》，充满活力的旋律，动感的舞曲节奏，象征年轻世代活力满满。而她也很荣幸可以变成战猫出场曲，非常荣幸可以成为台湾战猫的进场曲。萧美琴一直坚持为台湾努力，完全符合歌曲女力的坚韧与弹性。其实这首歌是由音乐人小周老师推动的导路行动计划当中的一首，而小周老师跟萧美琴两人也是旧识，这回萧美琴进场曲更是情意相挺，另外不离不弃的还有他们。萧美琴首场浮选返回深耕十年的花莲，过去老战友美琴挚友会成员早就等不及，前一天就动工制作各种手举牌，像是美琴花莲永远的女儿、台湾战猫欢迎回家等等，要来迎接萧美琴回娘家。一生完修恢复完才不到12个小时，马上就从跟医生请假说，我一定要去投票支持美琴。我们那时候生完的时候坐月子的时候，美琴特地支了这个给我们的小朋友，对，传家之宝。做这些手举牌，然后希望可以让美琴感受到我们美琴之友满满的热情。萧美琴浮选首战在花莲，不只是她对地方情感耕耘十年努力成果，也展现在乡亲热情反馈。三立新闻吕燕、王晨英、尤尔博花莲采访报道。